第三关，你睇落你想睇多几眼？美丽挑战决定十强。对于美丽，每个人嘅诠释都唔一样。究竟点先至系为之美呢？被淘汰的是 Joanne。余香，真没有想过我自己会被淘汰啊。Astro 国际华裔小姐竞选2015，星期日晚9:30，Astro 华丽台与 HD。